我的川鲜刘总，刘总你又一样，牛逼了要不得，那烂干。好可惜哦，那么多香菜。嗯，得发简直。现在这馆子都没有开门噶？开了，开了，要开门了，要不得生意。他说前头已经懒得吃，下山那么累。爸爸，你要不来掐香菜？哪里都不要个，吃吃不完，那我们能吃到好多嘛？这东西不抢菜炒来吃，啊，老脚好快哟、哦！这那么吃的我还那么快弄，快弄也差不多。哦哟，你的鱼子那么深的牙喽！哎，不是。爷爷。哎，你就那里，你啥子？把两边留点就是，那边的都留到再扯牙喽。中间的老罗噶，哎，炒葱苔苔咯，真多葱苔。哦，那要晾得开，那不是全部倒平下去。我今这儿开张，生意撇得很。当然了，这里又不整理场所。他说现在打工的人又多。是哦，伢那年我进了种的要不完，哎呀，好香哦哥，这个东西是在多少元的我也说，很多火锅店没开，他那个香菜就整，那两天我看到冷冻冻的，他说的，哎呀，把他菜刀丢了他说的馆子又没开进，卖也卖不出去。是这个东西又不是的拿来子做菜吃的，这个都是人家火锅店才用的噻，平时人家好多人都吃不过来那个。哦，姜子你那个香菜姜子没卖个？香菜就我姜子不能叫，不是就是。你弄到这儿啷个卖得脱嘛？人家都没看见，这儿看见又不得啊！他用低点，哎，老了就是，老了嘛我就把穿了噻，哎，自己穿了。刘家子嘛，他要隔两天要一斤把子。哎，要的太少了。哎，太少了。从哪里？在洗浴。哦，你要不晓得你那个？这个垃圾是在。那个香菜啊，都肯定卖点钱哦哟。伢伢卖几千块钱。哦，你要卖几千块钱。他那个三级。伢子没卖到钱。伢子损失。那个。哦，伢子不靠你，伢子都损失的吧？今年子。不靠我，家人。今年子桃花会。啊，啥子都。今年子人家的。哎，山上还是闹热哦。山上闹热。啊，我们昨天去了山上。